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650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啊，泰坦回归系列第三波 Deluxe 玩具里头的扳机，也是我在这一波玩具里头最后一个得到的，那也是我唯一一个在反斗城买了一个全新品，之前的呢都是二手品了，我完全的没有让我失望，而且非常开心，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压轴啊。首先的话呢，我本来很担心它会不会跟之前的这个海龙，因为他们都是坐飞机，而且呢想说两侧都有翅膀，我本来以为是不是会是一个同模稍微小改的一个情况，后来才发现呢他们其实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基本上可以当作是完全几乎没有什么共通点，除了都变成一个可以飞的载具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共通点了。那么首先看一下人形啊，从后方这个地方变形的需要呢有个空洞处之外，手腕内侧有空洞，其他的部分呢就做的还可以，然后呢关节也非常紧实，做工来讲的话呢比那个海龙的话好很多，头呢也不会松动，完全的不会。然后呢先从它的一个头吧，把这个头一样头部拔下来，它这个面容呢各位你在反斗城购买的时候呢你自己可以去稍微的挑一下，因为它这个口罩是整个是一个大面积的红色涂装，比较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就是刮漆或怎么样，你自己再挑个面相就行了。然后翻开来之后就变成这样子，没有任何其他的涂装啊。面部的话也是一个露嘴的一个版本啊，头可以抬起来左右。那这个手部的关节稍稍偏紧一点，不过玩个几次之后呢就会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松紧度啊。再次的把这个头呢给放回去，给头的话插进去。那头放进去的时候呢一样啊，是我是还是习惯的把这个大头跟小头的脸呢是相反方向的。那再来呢先把这些小配件呢跟各位聊完。这个武器是两把这个没有任何涂装的一个兵器，那两个武器呢也是一样可以延续着这个系列有一个很蠢的一个设计，就这样的小人可以坐在里头，按照说明书的一个玩法呢是可以插在这边，这个没有最蠢就更蠢了，就不要开玩笑了。这合起来之后就这样，造型倒是还可以。那它这个兵器呢除了刚刚我们把它插在这个地方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握在手上，握在手上没有问题。而且这个还是一句话，因为之前的海龙阴影实在是太强了，这个都很怕这个武器会松动，结果发现呢却意外的一个恰到好处，完全的不会松动。或者呢你这个武器呢你觉得拿在手上不好看的话呢，你要挂在后面也是可以，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翅膀后面，这里是有洞的，你一样可以把它做一个搭载啊，这样背在后方，然后它身上呢就会有很多的朝天冲的这个装置啊，这样子朝天冲的装置呢会变得更加的多。那么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平举的话，基本上这个关节要讲一下，它这一带呢并不是球关，它是这里有一处往上面抬的关节，以及这边这个旋转的关节，两处都不是球关，是用两个关节来达到它的一个可动性。那这个手肘的一个二头肌这里的一个可动的话就比较可怜一点，因为它这个长炮的关系呢，你在摆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往后面会跟这个翅膀形成一个干涉，你在实际上把玩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点非常不爽的一点。但它这个手的话呢倒是可以变形成一个手炮的一个部分，就直接把手收进去之后这样子扣起来就会变成一个手炮了啊。这边把这个手臂呢给缩进去就会变成一个双手都是一个长炮的一个装置，你要做一个发射啊或怎么样也绝对是有一个很 OK 的一个火力的一个展示，就这样两手变成一个长炮。我觉得这个长炮还蛮好看的，挺好看，很长的一个兵器。那这个枪的话呢我们就暂时的先把它给拿下来。那后方的话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插孔的，如果你有支架的话啊，比方说刚好这里就有一个支架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把它扣进去，那就会有一个，这是一般的这个 Figma 的这种支架，
OK， 有一个腾空啊，或者是在从空中作战的一个 pose， 就完全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人形的一个帅气度还是相当足够的，没有问题。背后就是有一个飞机头部的一个背包，那基本上问题不会很大。那比较大的一个毛病，未来把玩的毛病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球杆，可能未来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松脱的情况。其他的话就人形态也是做的相当可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各方面来说，在泰坦回归系列来讲，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模具。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形过程。手炮已经收进去就直接收了哦。我们先把这个腰身呢旋转180度之后呢，把这个推进去，然后呢这个脚底板推成这样，两脚呢做一个合并。好，合并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后方这个飞机这个头伸起来，然后手臂的话呢要做一个解开的一个动作。解开的时候呢是从这个地方呢解开，但是呢实际上正确的施力点应该从下方扣，因为呢它上方呢是有一个道，应该是说这个地方有个凸往上，然后这个地方是个凹让它勾，所以呢如果你从上面扣呢有点不太好扣，应该是从下方这里施力，往外面施力会比较正确一点。实际上做一次给各位看，这边你应该从这里施力把它挑上来，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隙吧，从这个地方挑。如果你硬从上面挑呢比较危险，你看到没有，这边是有一个凸的，然后呢它这个内侧这边是有一个凹，所以你如果硬从这边抠的话呢，搞不好会把这个凸呢给抠断。这个呢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务必要特别的小心。然后呢再把这个腰身呢给解开之后呢，就精彩的一个变形又来了。这里拿这个腰，这个上半身是要整个做一个大旋转，这个呢意思就很不错了。刚刚已经有做一个腰转，然后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大旋转，两次的旋转就会觉得很够劲啊、哦，很够劲。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部分呢往上面折，折上的时候呢，这里一样把它往上翻。那往上翻的时候呢，它是要斜一个45度角上来的，这样子，斜45度角，斜这样子上来。它呢这里呢，这边这一块呢，刚并不是直接推到底，并不是，是保持一个平的状态。这个空间呢，要收纳这两个灰色，灰白色的部件，这样斜一个45度角上来，然后呢，这边就有两个凸，对应边这里面有两个洞，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的。这边这样上来，它这个角度呢不是死的，是稍微有一点要灵活一下。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呢，卡了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卡上去。那最后这个地方就非常简单了，这里把它往前面放，不再往后面放，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这里一样，这个灰色部分这个凸呢扣里面，这边把它给扣进来，然后这个翅膀把它给打平，嗯哼，然后呢这里一样往后面翻过来，先扣住后方这个凸跟凹，再把手臂打直之后呢，来扣这个地方，扣进去，最后再把这个，我先提一下好了，这个翅膀的话呢，你要打平也可以，你要把它打往下45度角也是可以，你要呼应它的这个垂直的这个尾翼的话，它是斜这个方向，所以你水平尾你要垂这样下去也是可以，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但是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会这两个地方就会导致于说它的一个这里也有类似轮胎的刻划会无法着地，所以我们还是暂时的先把它给打平。以及呢它呢嘿嘿，很久不见的一个起落架的一个部分也是有做出来的，底盘的造型各位可以看到非常帅气啊。那么呢最后就是把它这个武器的一个部分呢，外挂的武器呢放在机翼的下方，这个应该是相当合理的一个位置啊，没有什么好吐槽了吧，这个往下面放。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头领战士的话呢变成一个人形态，然后呢你可以考虑呢让它站在
上方这里。当然它最标准的一个放的一个方式呢，还是放在这个了，这里有点难抠啊。哎 OK 哦，还真是没有留指甲，就是这样子不方便啊，就这样子把这个小人的话呢给放进去。这个头领战士呢能够跟载具呢有一个合理的互动呢，也是这个系列算是它比较大的一个卖点。尽管有人说这个把头拔掉是一个把它变形啊，但是呢我觉得啊有个小人跟自己的载具做个互动，就当成是一个多少一个加分的弥补吧。板机这个载具呢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帅到快要没有朋友的外星战斗机。我第一次有冲动想要赶快冲去烦恼城买它的时候呢，是几天以前我去看星际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的时候，看完星际大战的电影之后，还是超想赶快把板机买回家。结果那个时候台南的烦恼城呢还没有进货，所以当时就没办法买。然后之后过了大概五六天吧，看到他们进货之后呢，就二话不说赶快就把它带回家。而且现在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对不对？649块钱，还送一个 M 级的 Master 等级的一个顺便提一下好了，这个就这样子两个一起卖这个649块钱。当然我还有折价券，所以折起来会非常的便宜。好，然后载具就这样子，颜色配色来讲就非常像一些射击游戏里头科幻的载具形态，狂派的 logo， 蓝色的标志。这个涂装的部分呢，虽然涂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分色来讲已经分得很到位，真的很漂亮的一台载具哦，就长长的火炮，这样子射击起来一定火力非常的强劲。武器的搭载外挂也是很合理，后方的推进引擎用了这个金色的不太一样的一个涂装。后面来看的话，机器人的部分呢几乎可以说是除了这个腿之外，它有了一个很漂亮很完美的一个收纳，下方的散热片啊起落架都有啊，就这样子放去，哇真的是实在是超级的好看。我想说这个是目前泰坦回归系列以来玩到现在啊，在变形也好，在载具形态方面也好，我认为啊目前都是刷新了之前任何一款的一个记录。是今年来讲的话 Deluxe 等级来说，这个可以说是超级的推荐。那刚才呢在变这个把这个小人放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在这边如果不好抠的话呢，你是可以从这里呢把它往下面折，再把它这个打开。而且呢其实它这个小人的话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做出一个，它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缺口，它这个地方，所以它是有这个地方是变窄的，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情况下呢要把小人放进去会很不容易放。所以建议你是先把这个飞机头的部分呢给折下来之后，然后呢把小人的话呢经过这个地方这样子放进去，再把它盖起来，这个地方再密合上去，再把它盖起来。这样子放的话呢，这个头领战士在里头呢会放的比较稳，也都完全的不会晃。哎呀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帅气的载具，变形也是极为的有趣哦，有一个惊喜感，腰转再加上一个上半身整个的一个大回旋，还有漂亮的载具形态，这个呢都弥补了它人形下呢稍微有点别扭的下半身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完全是在变形跟载具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加分，强烈的推荐吧。这个目前烦恼城，我至少我们台南烦恼城现在是有一个价格相当不赖的特价，算起来真的是蛮划算的，强烈推荐。这个呢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吧，先把它带回家快乐的把它玩个几天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记得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